他写着吉祥话的红色大灯笼融入舞步当中，舞台上演出团体在奉祀开台圣王台南郑成功祖庙前表演。国乐演出跳脱传统纯粹乐器演奏，加上舞步更活泼，团员全都是啦啦队女孩的组合更是首度登台。知名的四神李绅穿上梦幻礼服献唱一曲，呼应郑成功身穿绿袍的形象，一整排李绅全部换上有飞龙图样的绿色旗袍。台南四百适逢郑成功纪念明旦400年，信徒和其他宫庙共襄盛举，一连串系列活动吸引民众到老累。台南四百个郑成功四百岁吧，吼，我的郑成功祖庙本来是祭祀工业，那么经过我几十冬的这個努力了，啊，阮已经对祭祀工业吼改变成财团法人郑成功祖庙，啊，我嘛完成啊这个寺庙登记，吼，一切拢完成。郑成功祖庙供桌上已经出现寿桃等贡品，信徒提前送上祝福，表演呈现风格多元。庙方也预定在年底首度举办盛大的绕境活动，预定将有跨国信徒来到台南参加只有一次的庆祝400年盛会。三立新闻王少勇、王玉文台南报道。